会啊，还蛮可怕的。怎么说？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恐怖的画面，对吧、啊？然后里面游戏也都很恐怖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二。这游戏饼干可以吃吗？要吃吗？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来，阿凯好。这不是 Squid Game 是恐龙吗？很可怕吗？嗯，但是就是一个娱乐性而已啦。对啊，小朋友其实也不是太了解。对对对。看那个 YouTube 上面的快速解说的影片，然后就自己说要买鱿鱼游戏的衣服，对，然后爸爸妈妈就跟着他一起装扮这样子，对。有没有声音啊？